第三，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开展活动或者仪式，都是上帝喜悦的吗？注意，礼拜的规范是涉及到公礼拜，不是教会活动。你教会搞个野游，那圣经里面教导野游了吗？没吩咐你，竟然搞野游，你不胆大妄为、私私意崇拜吗？不是的哈，公礼拜，特别是主日礼拜的时候。 我们不能私意的去，随私意搞事情啊，仪式，我们搞一个什么这个蜡烛，搞个什么洗足，礼拜天的时候哈、啊，主日的时候，又把它作为礼拜的程序，那个就是私意添加哈、啊。我们没有那个权利。主日礼拜基本上有几个要素：奉献、祷告、赞美、讲道。 然后散完会以后，圣徒的相交，这个都是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，呃，先例的做法的。初代教会他们有讲到，呃，赞美其实不是很多啊。初代教会讲赞美的不是很多，那个时候条件也不允许，可能，是吧？那聚在一起，猫在躲的地方，到处被抓，你还赞美，吱声？在监狱里面，扫罗和希拉，保罗和希拉是赞美哈、啊，那是他们非常时期嘛，用赞美自我鼓励嘛，是吧？ 要明天要被杀了，就放胆的在那唱赞美，其实也是在自己壮自己的胆儿，唱赞美称颂神。嗯，礼拜当中提到唱诗的时候，在早期的教会这个不常见啊。圣诗是唱诗篇了，但主日礼拜的时候提到唱诗这个事情，记载几乎没有哈、啊。我们应该如何避开展开一些徒有虚名的仪式？ 既然徒有虚名，就不要做嘛。如果你有权利，是教会重要同工，可以决定哪些东西该废弃，哪些不多。徒有虚名，这又是你自己判断的嘛，对不对？那有些事情好像，只要不是公礼拜，圣徒的相交，只要促进圣徒，有的时候需要一些娱乐。基督徒也不是天天一聚在一块儿就感谢主、祷告、分享圣经，不说人话。有的时候。 呃，弟兄姐妹家有困难了，我们也互相聊一些人说的话，然后有的时候也搞一些，不是一聚在一块儿就读属灵的书籍、读圣经，有时候聚在一块儿，适当的也搞一些文化的，一块儿吃个烤串儿啊，出去野个游啊，钓个鱼啊，捕个虾呀，促进人与人之间这种，呃，亲亲亲近嘛，是吧？现在社会上的人都知道搞团建。 教会的人，这个板板正正的，天天打着西服领带，穿着这个长袍，额头上系个圣经盒，然后板板脸，严肃的样子。见了面，然后这样恭敬的鞠一个躬，然后彼此除了什么话都不聊，没必要嘛，对不对？正式的场合，规矩的去规矩，严肃的去严肃。除此之外，圣徒之间像正常人一样，这个适当的搞一些文化活动，这个不是礼拜啊，文化活动可以的哈。 现代社会人都精神压力这么大，基督徒其实活在社会上压力很大。来教会公礼拜之外，适当的搞一些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敞开的交流啊，娱乐呀、啊，呃，当然不是那种那个什么，呃，放肆那种娱乐哈、啊，抱着一块跳交际舞，男女之间落入试探，别人看着也，呃，这个教会也有点奇奇怪怪的，不至于那样，健康的。 我们时代当中觉得合乎体统的一些文化活动，秋天来了，野个游啊，出去郊外看看自然风景，心情好嘛，不一定所有的事情都要单独唯独靠着祷告解决，这也不是什么呃没信心的人需要到自然当中去，甚至去一块儿去吃点好吃的，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，呃也是属于圣徒交通的一个部分啊，特别是又往后。 社会上都懂得这种人与人之间交往，当然他们是为了工作，为了什么合作，为了更好的工作。那我们呢，是为了圣徒彼此相爱。除了属灵的交流之外，学完习以后一块儿去，哎，某个弟兄、某个姐妹，呃、哎，过得好的，那我今天就请我们小组的集体吃饭，或者 A A 制，总之别别太勉强，一块儿去做一些弟兄姐妹之间开开心心、健康的这样的，呃，一块儿。 这好好事哈、啊，好事，这个都是好事。